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期的一个开箱视频啊。这次感谢我们的好邻居张先生这是他购买的一个教育版的Mindstorm 啊。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到底这个教育版的和这个普通的消费者版的有什么巨大的区别啊？对，这是我们上次介绍的，这就是可以在各个乐高店直接购买到的一个普通版啊。这个是个教育版，那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到底里面有一些什么啊。有声音啊，非常的清脆啊。好啊，看这个教育版，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外包装非常的不错，它是一个是塑料盒子，一个材质，而颜色也比较鲜艳。对，就是我们把这个容易收，会容易收纳。对，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 education， 这是 education 版教育版。我们来开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转过来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一张简单的示意图，还有一些比较可爱的贴纸，这是应该给孩子们就是发挥创意的一些贴纸。这个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收纳的小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要比普通版要是非常好的一个。嗯嗯。我们来看一下它里边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构造，就同样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组件，我觉得我们可以拆开来看一下。这是那个就是控制器是吧？应该是。嗯，对，果然是，这是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hub。 嗯，我们看一下，它这是也是一个锂电池啊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的这个 LEGO 版本都是用普通的镍镉电池，我觉得充电是非常麻烦的，锂电池的它的时间长，它续航时间也比较长啊，就跟我们的专业的手机现在是一个同样的配置。啊，对，这块我补充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乐高这个在发快递给我的时候，它外包装上是有很明显的一个。纸质的一个示意，说里面运的是电池类的东西，当时我还挺奇怪的，因为我还说我好像没有专门买过那么大的电池，结果呢，拆开了外包装以后，才是我们刚才所展示的那个内包装，然后再拆开才是这个啊，是这样的。对，它这个电池其实是挺不错的，我看了一下，它是日本制造啊，乐高日本制造，然后是2100毫安，然后7.3伏，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配置，应该是基本上跟一个手机的续航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嗯，就容量比较大。对，大部分手机应该像 iPhone 都是2000到3000毫安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是非常好的一个配置。而它的颜色跟普通版有一定区别，会比较鲜艳一点。哦。普通版，这是我们之前普通版搭建的一个机器人，一个画图机器人，可以看到是一个。哦，普通版是这个颜色。蓝色。对。这个可能比更加的鲜艳，是个黄色的这个，好看，对，显眼。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些更加关键的组件，这个是一个距离的探测器应该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双眼，大家看到进去。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它是什么原理呢？是使用的红外线还是激光？红外线，红外线，红外线，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探测器，就是当你在做一些比较传输类的机器人或者是运送类的机器人，你可以测一些距离，然后当它有一些撞击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有趣的适配。嗯，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测试器，这是普通版里没有的，这是一个就是所谓的 touch sensor， 就是撞击类 sensor， 它这边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触碰的一个感受器，感受器就是比较碰到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触发点。这个非常适合做那些撞墙测试，比如说你的机器人撞到墙上，你可以知道有一个很明显的反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这是一个马达这个应该跟普通版是差不多的，消费者版是一样的一个，只是颜色不同，颜色比较也是比较鲜艳，因为这是教育版。嗯，这样可以区别开来了啊。对，这样很容易区别。
对，我们之后可以做一些就是兼容性的测试，看看这两个不同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可以做到完美无缝衔接。嗯，啊，它的轮子可能好像大一点，嗯，看起来轮子会大一点，就是一些轮子和小配件。这也是一些小配件。我发现了教育版可能多了一些普通乐高的衔接，然后在这个版本主要是乐高 Technic 的那些拼接的，但在这个版本里边有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孩子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组件，对，是比较熟悉的一些哈。对，孩子们呢，因为平时玩乐高就是这些，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并不会陌生，怪，对，不用陌生，容易接受，对，就会容易上手一点，对，他容易应该考虑到这点了，对。对，挺贴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小的衔接组件啊，这个是主要是 Technic 那系列的。Technic 主要都是十岁以上的孩子，比较适合玩的那种乐高。我们再看一下，这也是一个测试器。对，这个应该是一个感光测试器，是色彩测试器。啊，色彩。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想接受一些比较大的挑战的话，可以用这个色彩的测试器做一些，比如说扫描仪啊，魔方的一些自动解锁魔方的这个，我们下次可以在后期视频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比较高端的挑战。那我突然想到，它有可能判断红绿灯吗？比如类似于红绿灯是前进后。或停止啊，它通过判断一些颜色来进行，可以，因为它，但是这个可能要受限于这个周围的光的一些限制。如果像这种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我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后期视频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跟我们的观众深度的探讨一下这些具体的配置，这探测器怎么如何使用，这也是另外一个马达，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悬念，因为我听说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马达，就是这个所谓的双马达，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功率比较大的马达。我觉得这个在我之前发现这个普通版是一个极大的痛点，因为在当我做一些机器人的时候，比如其实我也尝试做一个就是钢琴的机器人，我想就但是发现手指的力量不够大，我觉得可能用这个马达功率大的马达可以做到。就发现有些时候就是按键的力度不够，对，因为它这个马达的功率过小，这个可能在教育版中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试一下之后。然后其他应该都是一些组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是框架，但是可以值得提的一下，就是这个教育版它的普通马达只有两个，就是比起这个普通版其实有四个这样的小马达，所以他可能做一些行走机器人的时候可能会受一些限制，因为可能马达不够，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把两个组合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火花，因为这只能做两只混搭啊，做些混搭，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未来想探索的一个方向。好，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开盒的状态。之下之后的我们视频，我们希望就是做一些兼容性的测试。谢谢大家。